鸠尾穴主要功效安心明神，宽胸定喘。穴位定位，鸠尾穴位于肚脐上7寸，胸骨剑突下0.5寸处，主治疾病心痛、心悸、癫痫、惊狂、咳嗽、气喘。掌握以下3种穴位疗法，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上述疾病。一、按摩方法，用10中指指尖推揉鸠尾穴2至3分钟，长期按摩可改善心痛、心悸、癫痫、惊狂等病症。二、艾灸方法，准备一个打火机，一根艾条，用打火机将艾条点燃，用艾条温和灸，灸至鸠尾穴5至10分钟，1天1次，可治疗咳嗽、气喘、癔症等症状。三、刮痧方法，准备刮痧板、经络油，在穴位上抹上经络油，用脚刮法，让刮板面与刮拭皮肤成45度，用脚部刮拭鸠尾穴，以皮肤潮红为度，隔天1次，可治疗手脚冰冷、腹胀等病症。操作完毕。